在機場離境大堂亦都係人頭湧湧，登機櫃台大排長龍。一連四日公眾假期，有多個去日本嘅旅行團今日出發，唔少係一家大細。有市民話為咗遷就仔女學校假期，所以今日先至出發。亦都有市民話復常之後團費比以往貴咗2-3成，但仍然覺得可以接受。